3月2日，有网友微博维权称33世十里桃花为救授权善用昆曲演员善文的录音，并要求其道歉赔偿。3日，有媒体联系到剧方，其回应表示对此事十分重视，已于2日进行处理，并主动联系到了演唱者善文本人，并真诚道歉和积极沟通版权事宜，希望能弥补给版权方带来的损失。网友提及昆曲选段确系工作人员疏忽，擅自使用了来自网络的音乐，目前剧方已严肃处理了相关负责人，并表示昆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，对于昆曲艺术以及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抱有极大的尊重，对于这次的失误深以为戒。